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物评哥啊。今天受我们那个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啊，就是我们的江哥的邀请，我们去他那边参观一下。据说他那边是做那个一件代发，类似于现在咱们就是说概念上的云仓那种意义啊。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过云仓这么多，他这边可能是想要往这边发展，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一下，到底什么是一件代发，什么是云仓啊，去了解一下。走了，出发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已经到了，这里是五楼啊，五楼。然后我们江哥这里，江哥你好，啊、哎你好你好，这是我们的那个江哥，哎、啊，我就是说他的邀请到这边来参观一下啊。那个您这边的话，就是说主要是做美妆类的是产品是吧？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可以带我去你样板间看一下吗？好好好。好好 好, 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然后是自己的品牌是吧？对，都是自己的品牌。嗯，不过化妆品类的这个美妆类的护肤品的东西，我是不太懂啊。这就是之前就是江哥提供给我，然后给大家做那个开始平台上做秒杀的那一款，啊，男士、女士的护肤都有啊。我看的这个是男士的啊。对。然后整个就是说品牌是您自己的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这一系列的就是护肤、彩妆类的都有，是不是？都有。一系列的。对。啊，然后我看到就是是这是海洋水。海洋水。对对。嗯，反正我不太懂啊，因为护肤类的这些产品，面膜这个我是能看懂的，呵呵，嗯，然后什么净颜霜等等等等，对，贵妇膏，然后咱们的小姐姐应该那个一点，哎，那个是，那个是泥白，洗浴泥，嗯，反正我不是很了解，咱们有那个懂的这个同行可以看一下，了解一下啊。这个品牌是我们的江哥自己，您自己的品牌是吧？对对对，叫易颜。嗯嗯。哦，叫易颜。哇，我看到了那个时下最流行的这个金蛋啊，这个现在是特别火啊、嗯，就这个金蛋，这个是叫面膜霜是吧？对，面膜霜，淡蓝面膜。淡蓝面膜。啊、哦，这个好厉害，现在最近特别火。嗯。好，我们那个去那个江哥的，就说打包发货的车间去看一下啊，走。这就是咱们那个。江哥的那个打包配货区啊，这边的话单量还挺多的。啊，这边应该是配货区域。这就是咱们的那个产品配货区域啊，马油。这是马油皂吗？嗯，对，马油膏。马油膏。基本上产品的话，就是从这里配货的是吧？哎，对，这里配货。嗯、我们的小哥哥在配货啊，这边的话配好了，就是这边在封箱，然后这边是自动那个封箱机。江哥，然后这一块的话，就是我们一个打包配货区域，是吧？没错，没错。我看都是，我看咱们那个单量还挺多的，每天就是说能出多少单？每天大概得7000家。7000家。对。一块就是说10000单了，还。对，差不多。啊，您这个基本上都是出的是您自己的货吗？大多数都是，但是也有是属于给咱们第三方配货的。啊，就是帮别人代发，就这样，对，一件代发。对。全都是做你自己家的，像这些品牌吗？一部分是有一部分都是他们的品牌发到我们仓储，哦，发到我们仓储，我们给他代发。就是您就是说就是属于现在意义上我们讲的云仓那种意义。哎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货到您仓库里，然后您帮他代发，对，他那边就数据统计下来之后呢，之后就是你这边是打包快递，直接就出去了，没错，包括仓储他们都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其实就帮他来解决这个烦恼。哦、这个挺好，这个你就说给他们中小的这些，就说小主播啊，或者是咱们带货的，或者是做那个团购啊，一件代发都是挺好的。是的，是的，省去了很多麻烦。其实说实话，现在最大的一个成本就是一个仓储成本，就是房租的成本。对 对, 对，对吧？还人工也比较高。没错，现在市场这个需求特别大，反正我们就想认真的做好这一块。
就说网红去那个去搂消费者的，你去搂网红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就说您这边的话，像给他们去做这个收费的话，是怎么一个收费方案？我听说有的人说是按仓储的一个平方收费的。我们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平方钱我们现在不收，不收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嗯，我们就是代发这个一按件，按件去收。哦，这也挺好的。一般像小企业，他可能自己发都做不到这个价格。那是的，那是因为你的单量大嘛。你像那个刚刚做的哈，有可能一天就是做那么一二十单或者十来单，甚至几单都有可能，对对不 对, 对？然后到您这边就是可以直接代发走了。对对对。嗯，这是挺好的，这个确实挺好。嗯嗯。那谢谢谢谢我们的江哥。嗯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小视频就到这里啊。想要了解更多义乌的话，这些一手资源和资讯，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，每天晚上10点到12点钟，咱们西瓜视频直播。拜拜。拜拜。对。